磨刀石，怎么这么瘆人？妈呀，好难切！非常的钝。这也不是很好切。但都不是很好。好，来磨刀。磨刀。哇，还可以通过。看看他们的脸。现在第二道工序，这两个有什么区别？不一样的呀，但就是磨就对了。就是那两条有什么区别？磨就对了，别问。来试一下。有不一样吗？有，很快。再试一下哦，刚有点脏，真的很脏。继续转型，重新磨刀。我们家除了菜刀，还有什么刀可以用？这把无上大快刀。是否可以削铁如泥？还是不快哎？你觉得呢？但是比一开始稍微好一点。再磨几下。还可以吧。也不要太快。慢慢来。好吧，还剩下第三把，看不到我了。这个是最钝的吧？应该你从这个磨的感觉，你就能感受出来了。这个都磨不动。猫猫怕吗？猫猫怕吗？要是表现不好啊。就拿你来试刀，用这个呢？它后面写的是 diamond 的吗？对， 100% diamond。 这样看 2000 years later， 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厉害厉害，来听一下声音。妈呀，以后切菜都要小心点。就这样吧。磨刀不误砍柴工。妈。这是我们今天的晚饭，有避风塘什么蟹，有这个螃蟹，鱼面筋三肉，农家小炒肉鱼，还有这个排骨汤，都走。いただきます。我要想喝点汤。今天没有说是在哪订的啊？这个是 Next Dish 上面的订的菜。你确定这个里面是肉啊？那是啥？啊？鱼面筋里面是啥呀？是鱼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我一直以为鱼面筋是外面是鱼，里面是肉。对呀。那不是油面筋吗？油面筋塞肉是怎么？
barrel 到了，然后我觉得这个已经裂了，所以这个没办法要了。而且这个好小啊，非常小，这个大概大小是比较 OK 的，但这个太小了，我是要退掉了。然后这个是 OK 的，酸奶杯子。哇哦，今天的午饭很丰盛啊！今天的午饭有凉拌干丝夫妻肺片、凉拌肘花、台湾香肠、瓜子肉、猪血豆腐、蒜香鸡煲。哇哦，太棒了！哪个是夫妻肺片？这个。我关心了。这为什么是瓜子肉呢？不知道啊。因为它很小吧，我不知道。好吃吗？这些，花了多少钱？62。哦。这个床架子要卖掉啦，我现在把这个拆一下，然后给那个买家送过去。画画的 baby， 画画的 baby， 奔驰的小野马和带刺的玫瑰，我说不开心也拍手拍走伤痕累累，用干涩的眼泪酿出香醇肥美 ，CD 茅台般辣却有温柔的哈，讲出窝心的话又像个多金的爸，多金的爸带你去巴黎度假，让凡尔赛宫的艺术家改毛笔作画。大家这个笑点是啥？这是今天的晚饭了。所有人都在看，我也在看，但是我是那种追剧很慢的人，大家都看完了我才看到一半左右，我就发现我身边有一些人啊，他追剧很快，他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。有一天也是我在吃饭拿手机看那个剧，一个同事走过来拍了拍我，哎呀豆豆，你才看到这儿啊，我都看完了呀。哎，你是不是不知道最后张东升怎么样了？那我不跟你说了，你到时候说我剧透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剧他看完的就像他拍完的一样，它只是一个时间跨度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我只是完成的比较慢了一些，我迟早也是要看完的。而且我觉得这帮人他们只在追剧这一件事情上对时间特别的敏感，因为我感觉身边从来没有那些比我年长的朋友会跑过来跟我说，豆豆你才24，我都48了呀。哈哈哈哈哈哈，你是不知道。就想分享一下，刚才终于把这个空瓶了，太难了，用了好久好久啊。好，就是想说一下这个，然后就打算接下来可以用这个了，Chanel 家的眼霜。我印象中它也是带那个，对，是带这种按摩的吧，这种东西。哇，很有分量感的一个金砖的感觉。把这个罩在了这个里面，需要撕开才可以打开。哦，有股奶奶的香味。然后我就打算用这个来试一下。必须要持续用了才能不能知道有没有效果，就用一段时间以后再来反馈一下。是舒服的，就是最起码我觉得它能够补水保湿吧，我就已经很开心了。那接下来几个月就要靠它啦。中午有啥好吃的呀？哇哦，这个是关东煮，好吃吗，老公？好吃吗？啊？怎么说呢？那我来试试。加了葱啊？嗯。还行，觉得冰冻的就不用那么苛责了。我感觉这个嗯串烧的
东西太单一了。哦，都是这种味儿是吧？嗯，感觉这是一样的东西，嗯，做成不同的形状。好精辟哦。感觉不像是什么好东西。为什么？难道是某人的 CPA？ 让我拿干嘛呀？嗯。天哪，天哪，这怎么长这样啊？别拿坏了哦！哇！周五的晚餐，这是我出门推包裹的 office。 然后今天是周六，然后这是个小长假的周末，但外面巨晒，看受到了外面的热浪了吗？从今天到下周三大概都会有最高温36-37度吧。然后我现在打算去推个包裹，然后看看要不要去一个超市什么的，那我就出门了，拜拜。刚才在新爸爸买了这个饮料，真的很像小时候吃的绿舌头那种冰棍的那种味道，支持一下新爸爸。和鸡肉就可以做那个青江炒粉，今天晚上要不要吃？好呀。哎，那不吃山城辣妹子。今天货好足呀。来一个这个。小吃辣妹。这么多。1 hour later。哇哦，这个是不辣的汤底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两个汤底。哇哦，这个是送的小菜。还跟我的粉丝们说，你看。太少了吧，所以你后来没有买那个毛肚是吧？不是那个牛百叶是吧？没有买牛百叶。哦，那够吗？够的呀，肉还有好几根呢。哦，嗯，感觉这个汤底还是好吃的。真的？那我也来尝一尝。你先等一下，下一个这个叫辣锅。你放一点香菇进去吧。你放点香菇进去。狗生第一次剪了那个屁股。哦，啥叫剪屁股？变得很，它现在屁股就很像一个面包被切了。是修了毛吗？毛吗？修了毛。它以前不是长裙子吗？它现在是完美的面包。
天煮了这个饭啊，粥，又回到以前小时候在家里吃饭的感觉，然后配这个咸鸭蛋，这个没有硫磺哎，然后还要配这个肉酥，太怀念了。然后现在在看月下。This is good 咸鸭蛋，哇哦！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两款雪糕，一个是铁观音奶盖珍珠雪糕，一个是草莓芝士雪糕，都是阿奇农家的。然后这个草莓芝士雪糕我上次吃了的，真的是非常好吃，它是外面有一层这种就是有点草莓口感的酸酸甜甜的那种碎冰，然后里面包裹的那种芝士味雪糕在里面，就特别好吃，特别推荐。然后我今天要吃这个铁观音奶盖珍珠雪糕。哇哦，打开就是这样的。来，粉丝先吃。嗯，真的好好吃啊，真的好好吃啊。就感觉跟照片上面的是一模一样的。嗯，好吃。然后前面就是奶味很重，后面就是茶味很重，就是棕色这一块，觉得还蛮好吃。继续剪视频。酸菜鱼，继续看这个 Selling Sunset， 这一招好看。今天我们打算看这个广告吗？花和茶本该在。哇哦！要跳吗？不用啊。心动侦探团将观察他们线上与线下的社交信号。第三季。心动连线。哦，第三季还有他哎。嗯，现在请跟随选手进入甜蜜社交非理真人秀《心动的信号》。现在是早上8:15，外面灰蒙蒙的，还有一点黄黄的，但是相机好像拍不出色彩来。今天的早餐，有咖啡吗？在壶里。真的、啊、在干嘛呀？他现在好像一只狐狸哦。就困了。真的、哦。来碗乐乐的汤啊、哦，这个汤不错哎。来，粉丝先吃，
很多小伙伴说这个画面要延长一点，来，今天特意为你们留了。国际惯例，周三的午饭。哇哦！你都不知道是啥？好多没有吃过的。比如说呢？比如说这个，这是什么排骨呀？还有这个，像是炸鱿鱼。特别好吃。真的？嗯。这个是什么？五根旺肠。真的，你看都是没有吃过的。好，我要吃饭啦，北北。这是周五的粥饭，一堆草。交给我。继续看这个。太快乐。脱口秀大会。哎呀，小猪猪，你怎么躲到这里了？困啦。如何优雅的减肥？这段可以略过。如何优雅的开箱？开了以后里面又一个，发现是碎。不会吧？虽然它是陶瓷的。阿猫出来了呀！俄罗斯套娃、送给你。五百。五百。来吧，五百。快快快！五百。五百。哇哦，你的第一反应，开心吗？嗯。感受一个人的脸。五百，哎，不错啊，还挺重的，但是比我想象要小。嗯，以后一顿饭真是这么多。而且这个是蔬菜，这个是碳水，碳水只能吃这么多。这是肉吗？这个是肉，肉只能吃这么多。哦、这是肉是这个，碳水是什么、饭。那你说这是哦，这是蔬菜。嗯。啊。还是比你的脸大的，就像个面具。我点饭吃，这是米粉西施啊。米粉西施外面的包装写的是，弄配菜，然后炒，然后倒，然后放入煮好的米粉炒一下就可以吃了。结果我把菜和肉都给配好了，结果然后打开了包装。粉上写着将米粉完全浸泡于凉水中12个小时。还怎么不早说呢？他怎么不写在这个包装上呀？绝对是傻逼。哇靠，这个东西以后不能买了呀，大家认准这个不能买哦。天哪，坑死了呀。我今天穿新裤子呀，穿了一个礼拜了。新裤子，哇，老公用新盘子了哟。我现在给饭人盛饭。哎呦，装装满，装装满！哎呦，好可怜，好可怜。他应该设个上限的，他应该设个上限的呀，对不对？这不就是上限吗？你可以再堆呀。今天晚上的菜，能吃快点吗？不能。吃的还好吗？这是我的。水墨画的感觉。没有综艺看了，你就来看这个中餐厅啦。哇，我刚在拆快递，然后他家的这个里面的包装好好看呀，开心。我买了这个 Totem 的丝巾，买的是那个大的那个版本。小的吧，那个版本我觉得太小了。这是今天的 outfit， 好，出门啦，拜拜。终于看到 Evan 的店了，刚点了一个这个喝的，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外面，疫情期间在外面吃饭。
我现在来这个店里给我老公买个东西，给他个惊喜。买了这个杯子，又买了一个，因为上次只买了一个，然后我觉得一对会好看一点。今天的西施，我自己承担。为什么你又只给自己穿？好辣呀！你用它那个辣酱吗？嗯，吃饭啦！伙伴重生的三峡人家，今天的晚餐是这个西施米粉，然后我们迅速的要出去做采购 ，OK？ 还有苦瓜，太辣了，解辣。那看不懂你就不看了吗？嗯。这是今天的晚饭，洗完手再看。干什么？年纪大了，有所看得懂。来看这个。就是你，转过来，大毛。哎，还在舔脚。这是你准备的吗？嗯。这个也是吗？嗯，这是肉末。肉末是哪来的呀？那些吃剩下的肉。先放点这个吧。这个小米辣都在表面。反正这些青椒也吃不完。对啊，就上次我买甜椒吗？嗯。嗯，有洋葱。香的呀，烤出来，这里面还有很多葱呢，跟你说。嗯。哪有葱啊？没看到葱。怎么还有一个？哦，烤出来一定很好吃。加油。肉末，这个就是 before， 嗯，不能再入味，哎，我搞出来就是这个样子，这是我们今天周三的午饭 ，I can't believe it's Wednesday，Oh my god， 继续看这个。好吃，非常入味。Works great for us. I'm fine if you want to answer.